好，开始哈。啊，今天呢、啊，我们这个是疫情哈、啊，疫情的一些那个困难的沟，大德们哈、哦，会师兄师姐哈、啊，我们要将这些米粮啊，还有一些那个蔬菜、物资哈、啊，食物哈、啊，要通通送给他们哈、啊哎，啊，让他们有大家更好的生活。哎，好、啊，好，感谢大家。好，阿弥陀佛。